听说今天馆里来了一个高手，打败了很多人，实力很强。走，我们继续看看。下一位是谁？不行，我来，让我来。我看刚才那人打得还可以，走吧，我们去会会他。兄弟，一会儿我先上，我先来，我们换一下。嗯，下一位是谁？我来试试，我来试试。好，那准备开始吧。那我们就五球三胜，节省点时间。好，好，来。哎呦，有点基础啊，这个。这个球我不让你了。你前面在让我吗？这要输了就可不行了。我去喝口水啊。今天好像遇到高手，有点下不来台了。没事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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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分析了一下，等等，我要盯住他的头顶去打，这样就有机会。我的头是这样。打得很不错，刚才你可是小胜的世界冠军。世界冠军，你是？让我记住你的名字。我也是世界冠军。